贤者大人，您召见我。海加德已经派人进入了隔离区。是时候让猎犬出笼了。目标信号丢失，我定位不到他了。小心点，这地方有些不对劲。医生兽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快走！这是个陷阱，得想办法闪开。小心，我们快逃跑。今天真够倒霉的。这个矿洞，情报里没有提到过。能量不多了，可别掉链子。不好，那些怪物好像追进来了。这里好冷啊。
那个大家伙也跟进来了，得想办法跟总部取得联系，希望前面有出去的路吧。化人，坚持住啊！抑制器的能量果然还是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我还不想。目标已经捕获。明白，把他带走，执行记忆清除程序。危险期已经过了，他的身体机能正在恢复。幸好我们发现的及时。他好像动了。光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喂喂，能看见吗？哥哥，你快来呀！醒了吗？抑制器运行状态正常。放心吧，他已经没事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你的抑制器已经安装了新的能量池，感觉好些了吗？我……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了，我差点以为……他叫沙利，我是他哥哥夏佐，也是这个避难。是你们救了我。当然了，我们发现你晕倒在了避难。你的抑制器能量已经耗尽，我们只能把你带回避难所进行了紧急处理。这里是新岛避难所，编号 HT501。 陌生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？我都不记得了。哥哥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浑身上下都是迷路的拾荒者。你还真是不走运。在你想起什么之前，就先待在这儿吧。我谢谢，谢谢你。先去收拾一下你自己吧，这身行头可是够狼狈的。莎莉，带新人去赛琳那边吧。知道了，新来的快跟我来吧。你的武器放在那边的箱子上了，别忘了拿哦。Thank you.
怎么样，我们这里还不错吧？你和夏佐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吗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人，是大家一点点把避难所建设成今天的样子的。随时可以过去。这是？你好，我是米娅，第七代第十四第四代机械之仆。米娅可是我的好帮手，是哥哥从一个遗迹中找到的，但他的语言模块出了点问题，所以有时候讲话怪怪的。抱歉，米娅会努力让大家听清楚我说的话。没关系的。快快跟我来吧，别让赛琳小姐等太久了。前面那艘战舰了吗？那是伯利恒号，哥哥说他躺在这里已经50年。50年？正是大灾变发生的时候，原能爆炸摧毁了一整支在附近游弋的联邦舰队，只有伯利恒号成功迫降在了岛上，避难所就是围绕着他的残骸建立起来的。看到了吗？那就是赛琳姐姐，我们快过去吧。哦，你就是他们从外面救回来的小家伙了。你好，我是来。看起来跟莎莉差不多的年纪，这些年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吧？赛琳姐姐，快帮她收拾一下吧。好，遵命遵命。哟，果然是人靠衣装呢。真是麻烦你了。好了，不跟你们闹了，既然收拾完了，你就带他熟悉一下避难所，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吧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姐姐好像还挺喜欢你的。这里是中控室，能监测到避难所的每一处异常。早上好，小莎莉。
说。这就是你们救回来的那个人吗？怎么样，身体好些了吧？谢谢你们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哎，这是的，安稳活着比什么都强。帕尔大叔，你身上好。只是做。帕尔大叔，你这样子怕是酒还没醒吧？哎，检查的事交给我好了，你可别再像上次喝多了一样掉进水里。这个那就拜托你们了，我的无人机可以帮忙引路，就在那。啊，你有兴趣吗？也好，正好你可以熟悉一下避难。怎么样啊，别紧张，抓紧就好，我可是飞行老手了。调取记录，莎莉在最近的一次飞行中掉进了河里。那是意外。意外，指纹数据采集中。外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。想去附近看看吗？避难所周围还算安全，无人机会在附近待命的。任务搞定了吗？搞定了就可以返航了。地址数据采集中。收集到的数据样本差不多已经够了，干得不错。快回来吧，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看看。